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四月二十六号礼拜五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针对警察和消防的制服，四月中已经全面换装。不过，议员林美燕表示，因为新的制服未通风，热天会翕，佮加上无通好替换，所以议员要求市府编预算增加服装。另外，根据了解，消防的衫若无打就来出勤，真容易会烧着伤，所以嘛替消防兄弟请命，要求增加着行衫的设备。警消制服在四月十八号全面换装以后，第一线警消的心声就是战机上翕未通风，所以议员林美燕在总统选嘛特别替因请兵，尤其热天只有两领实在无够，要求变得持久性，加添个较舒适的制服。另外，要大家反光的背心嘛，同款无好用，不到半个月就要家己买，一边替基层请兵。我们如果中院能够再多花，就是花换，至少要分内外勤了、啊。内勤两天，至少要对外勤的，我们至少就请中央再给我们两件还几件，然后不然我们就试衣穿那来编，哦，那试衣在颜色一定要这个颜色，但是我们的材料材质，如果单试衣穿你要注意一下。透气性，透气度好一点，好不好？透气性，你要去了解第一线的心情。不是咱本来就无代志，不是咱本来就无代志，所以希望市长，我们已经就是在就是十几天，咱的第一线的警察，他们的心声如何，他们的反应如何，你要去了解，去听呐、啊，要接地气呀、啊，好不好？好。除了警察制服，出入会场的消防兄弟嘛有同款的困扰，甚至若一旦消防衫无打出勤，会有烧着伤的危险。所以议员嘛要求比较新北市有增加行衫的设备。如果我们的消防衣，如果在第一时间没有风干的话，我们的弟兄穿起来到了火场的时候，会容易灼伤嘛，对不？是不是安尼？是。而且这是正确的嘛，对不？哈。那在国外的时候，有很多的就是在这个部分也有看到了，所以他们在就是我们的各所里面，消防所就是我们的就是消防队里面都有换烘衣柜。我们前段时间也看到新北市的第三队也讲有就也有消防的专属烘衣柜。我现在请问是那个局长，你认为烘衣柜他？台南市应该要有吗？我们的消防衣是全国最好的消防衣，而且是有透气、防水透气的，是欧盟 EN469 的标准，经过英国测试的。那么使用到现在，没有任何消防队员发生这样的状况。那么第二个呢，新北市我带过，新北市的冬天呢，它的湿气很重，它没有办法晾干。那还有呢，我们的消防衣呢，欧盟在使用。我查过英国、德国、西班牙都是用晾干的，自然晾干的，所以你的意见当然很好，对我们同仁的安全也有很大的帮忙，我会来研究。会长议员为了凸显 AI 新时代来临，在总统选马车机器人上场，希望市府会当积极协助数位科技加电竞等产业发展，来创造少年人的就业机会，毛台南家在智慧城市的前端。台南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曾经担任省化镇长的议员李文俊，因为感受到合并以后偏乡的建设明显停顿下来，上午总咨询除了要求市长要重视平衡，也强调新的市政中心规划一定要落实，这是未来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关键。议员李文俊以过去担任神华镇长的经验表示，合并进程神华一档预算三亿外，加上追加有五亿外的总预算，等到合并以后才只有两亿外，相对建设顶面都有明显落差，连山区的道路排水拢无法度处理。议员烦恼较偏向的发展已经停顿，要求市府重视区域平衡。八年外对咱的乡村，咱的乡村地区哦。的发展，但迄个动力吼，跟咱的迄个未来吼，
显然有感觉停滞不前啦吼。咱将来哦，我们不要厚此薄彼，哦，卖讲啊，啊，到市内遮较有人咧看，啊，咱为着选票，咱就拢要来甲转来来伫市内遮甲这经费拢来市内遮甲运作。咱山区嘛是属咱的这个啊，做咱的这个啊，做咱市政府所管辖的啦吼。所以呢，山区有一寡道路排水。这较重点啦吼，所以我家己本身这个区域平衡外侧好。好，另外有关区域平衡，新市政中心究竟要设立倒，嘛是有关台南未来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关键。不过现在包括新化、新市、安定，拢是考量的中心点，期待黄市长上任用地回来解决。对此，市长表示，该计划案包括地点、资源以及基础建设等等，拢会持续规划。便被胎死腹中。但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市长黄伟哲伫咧选举期间，针对着东区的建设，曾经发表过城市音乐厅、青年住宅等具体政见。上午，议员张培雅就伫咧总咨询一一来检讨，要求兑现。对此，市长表示，东区富都新15公顷的用地，将会规划成为科学教育馆。在城市音乐厅甲青年住宅拢伫咧规划当中，并未跳票。议员陈文雅一开始咨询，就质疑市长黄伟哲的诚信，因为市长伫选举期间曾经提出东区15公顷的互动心要兴建城市音乐厅，来串联文化中心、巴克利公园等等，成为东区的文化艺文走廊。但现在却无影无迹。对此，市长表示，已经有更加大型的科学教育馆的规划，会请更加侪人雕，而且县城市音乐厅卖另外找所在，并未跳票。是你的记者会，你选举的中间的记者会，你这样的百姓，我们东区嘛，我东区的市民感觉讲，只要要选市长的人，就是甲东区的人骗骗的，骗骗的，小鸡蛋破蛋，来城市音乐厅又没了。无你意思，咱输又好啊！近前有文化中心，啊，有巴克里，啊，后壁阁有奇美博物馆，啊，奇美博物馆内底某一个音乐厅啦，吼，啊，但是就讲迄个所在多好，整个文化区、文教区的串联，以那个科学教育馆，每年可以吸引的观光客更多。你是说未来无规划音乐厅，好，城市音乐厅，未来中央要你家设立一个科学馆区？未来科学教育馆。未来科学教育馆。那市长会吸引的更多，每年更多，不管是外地、外县市来的同的学童，还是外来面来参观的，会变成更多。另外，因为现在房价愈来愈高，后辈成家立业的少年人有真大压力。会长议员嘛要求市长兑现选举时所提出青年主体承诺。对此，市长回应，未来市当将提供2000户资助无牌公办社会主体。在第一批跟国防部合作，包括平新野区等4个基地进行都市更新，取得580户。台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周后开车是台湾交通事故10大意外原因的第一名。根据统计，交通事故死亡案件有高达28%是周后开车来造成。因此，台南市第5分局甲交通大队以及志工所组成的游行队伍，26号下暗进入花园夜市啊，大力来宣导酒驾零容忍的政策。由开元国小正果西镇开场之下，第5分局举办的酒驾零容忍游行宣导活动正式开始。这届阵容相当的庞大，包括交通大队以及义警、民防、志工甲消防相助队拢来共同参与。这些古锥的装扮，嘛让花园夜市啊变作亲像是嘉年华晚会同款。本分局今天结合台南市政府警交通局啊，以及北区区公所和开元国小，以及本局交通警察大队和本分局，还有辖区所有的协勤民力，包含警察、志工、义警、民防、义交、所望相助队等协勤民力，共同以嘉年华会的形式来宣导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酒驾零容忍政策，希望有这种形式来推动啊，让大家知道生命无价，酒后禁驾啊的一些
相关观念，特别呼吁社会大众共同来遵守酒驾零容忍的政策，谢谢。那我们最近几年的那个道安事故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有关于酒驾、还有老人、还有机车的那个交通事故比较多。那所以说，我们今天针对酒驾的部分我们今天来进行宣导。那希望说借由酒驾的这个事件的一个消除哈，可以让社会的那个更平安，因为每次有一个酒驾的一个事故的话，就会造成一个家庭的损失甚至连带的会有更多的一个那个家庭成员会受影响所以说为了让整个台南市甚至是我们全国的这个交通安全来更进一步的改善所以我们今天进行这个酒驾的宣导。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酒后不驾，酒后不驾，开车拒酒。开车拒酒，幸福永久，幸福永久。在了整队以后，大家划着口号，做伙出发。有形的队伍一路对花园夜市的入口沿路宣传，开了大约半点钟的时间，就由安尼轻松活泼的游行来宣导酒后唔通开车这个重要的国家政策，也让民众在了交通上会当有更侪安全甲保障。咱的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了加强医疗医疗 TOCC 的询问以及通报，台南市政府天狗日防治中心4月26日举办记者会，要来让第一线医疗人员了解到及时通报的重要性。根据疾病管制署的统计，今年台南市境外医疗病例到目前已经有14例，比较去年同期已经增加10例。对此，市府唔敢大意，为着要加强 TOCC 的询问甲通报。26日邀请台南各医疗医所医师来到市府做 TOCC 的宣导，并且用行动剧的方式，让第一线医疗人员了解到通报的流程。去印尼佚佗啦，去印尼佚佗，印尼真水哦，吼，足水的，对啊。迄边可能讲啦，放心济啦，吼。嘿，叫烘烘的，啊，佮筋骨足酸痛，嘿，啊，已经两三天啊，足无爽快啊。跟去年同比来讲是比较高，吼，那。虽然是没有本土，但是境外跟本土只是一线之隔。当境外进来之后，他的这个病人被叮咬，然后这个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再病没闻再去叮咬别人，那就可能造成本土的案例。所以我觉得这种虽然大家讲说我们本土零，但是境外有14个，那万一他的接触史，他的这个可能感染的途径有一个疏漏的地方。没有通报，那没有去消毒，或是有去消毒，没有确实，没有这个把所有的这个可能的病媒蚊的这个传染途径，或是病媒蚊都杀死的话，那事实上那就很可能就爆发本土。104年的事情，没有人会希望再来一遍哈。我想，所以说我们会把这个登革热放在一个很重要的考评位置。特别是这个平均的这个通报日要在3日内，那但是要做到这件事，其实除了我们各位医师的帮忙，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公卫端要做更多民众的宣导。有时候他自己发烧，他烧了5天他才来，那我们也没办法，因为医师看到即时通报，可能这时间还是会延长。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第一线我们就是要拜托大家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对民众的部分，我想我们也会做更多的努力哈。对抗天狗日不只是政府或者是医疗医所的代志，全民拢有责任。民众出国的时阵，要做好防蚊的措施，避免互蚊仔咬。回来到台湾的14天内，假使若是有发烧、头痛、出红疹的状况，应该马上就医检查，并主动甲医师讲旅游的国家，和医师进行通报，避免境外医疗的病例来发生。TOCC 就安心。咱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歇睏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积绝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贝鲁布呆人爱读册》。天气渐渐变热，又搁开始进入天高热的酷热季节。为着要防范疫情，支援嘉陵界连续第四冬发动志工队，进行家家户户的天高热预防宣导，希望三冬前的天高热失控大流行唔通搁再发生。一群热心的婆婆妈妈会着宣传单，大家小巷来进行着天狗日的宣导。一群志工是市员嘉陵界伫咧四冬前所组成的天狗日宣导志工队。我们每一年从大概四月下旬就开始要去做这个家户宣导，政府有在做，那不一定家家户户做得到，那所以我们就帮忙政府在。扩展更大的触角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户里头，清除滋生源。所以四年来啊，我想我们也得到很多乡亲的认同。我们不是只有今年做了，我们每一年已经连续四年了。四冬前，台南市爆发天狗日大流行，造成一百多人死亡、三万人来感染。为着唔通让这款的不幸再发生。嘉陵界连续四冬发动着志工来进行着家户宣导，希望大家多多来防范。我们也希望说，经过我们的宣导，那今年还是能够把登革热杜绝，好、哦、让我们的市民呢有健康的身体。由婆婆妈妈组成的防疫志工队，对四月底开始展开着家户宣导。志工队长王秀贵表示。因爱家爱户来发送着宣传单，透过图片甲讲解，予民众加强着防疫的观念。登革热非常的厉害，那有一个人定着，就会倒一堆，所以恁爱足注意花坑，花坑下骹有积水，一定爱变好清气。啊，是爱保特，现在囡仔袂使朝天，一定爱空下来。吼、哦，阮就是宣传啊，来讲内面爱，迄个该整理哦，较整齐，卖有吼蚊子会当生存的地方。嘉陵界表示，刷来这几冬受到民众肯定，疫情也无再次流行起来，可见宣传也是相当有效果的。台南新闻综合中采访报道。一百零七年综合所得税报税有新的措施，今年度将首次使用所得税优化方案。这个方案不但提悬了四项扣除的额度，每一个人基本的生活费用额度。也提悬到新台币17.1万。透过下面的报道，咱做伙来了解。五月份报税季节来到，财政部南区国税局今日表示，一百零七年度所得税申报将首次使用所得税优化方案，除了提悬四项的扣除额度以外，嘛取消45%的税率等级，这嘛代表着咱人民的所得税负担减轻。有果全国会当有542万户来受惠，民众会当透过七大缴费管道来缴纳所得税，并且愈早缴纳，也阁有机会会当抽大奖。的报税主要是所得税制优化方案的措施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把综合所得税的税率啊调降到40%，最高税率调降到40%。那第二项呢，就是我们有四项的扣除额有提高。第一项就是标准扣除额，我们提高到120,000哈。那如果是单身是120,000，那如果是有配偶的，当然就是240,000。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薪资扣除额跟生长的特别扣除额都调高到20,000。最后一项，如果还要生产也可以，因为我们的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已经调高到120,000，这是非常的优惠的。这是第二项措施。那第三项措施呢，就是我们的鼓励凭单有把它划分为一个是合并计税，一个是分开计税。那如果合并计税呢，就是全户的鼓励所得就一起计算哈。那在每一户呢，最高的限额就是80,000。
那如果是这个分开，好，分开计税的话，就是按28%去计算你的税额，这样子。大概就是这些优惠措施，然后独资合伙组织呢，今年也不用先去报缴营利事业所得税，我们会直接把它记到你的综合所得税的营利所得里面，那省掉一道这个申报营利事业所得税的手续。这些四项措施呢，就让大家可以知道政府对大家的这个关注跟政府推这些政策的美意。除了向大家宣传这些所得税缴纳的优惠新方案以外，南区国税局为着要让民众前来办理公务的过程更加快乐，伫咧九楼的叶文展览区也推出了乐活化会联展新风景，也欢迎民众有闲会当前来参观欣赏。台南新闻网站采访报道。为着东区的饭店业者，为着要迎接将要来到的母亲节，特别推出只要妈妈来用餐，就当用5折的优惠，点到牛排或者是龙虾。同时也推出两款的母亲节鸡卵糕，并配合义电基金会，只要民众买指定的鸡卵糕，就捐款100元给义电基金会。民众会当一面过母亲节，一面来做爱心。讲到5月份，相信真侪人拢会想到母亲节。为了慰劳辛苦的妈妈，东区的饭店业者特别推出母亲节的优惠。只要是妈妈来用餐，就使用5折的优惠，点到牛排或者是龙虾。其实这母亲节，我们就是想要让妈妈吃好一点，但不用花太多的钱。对，所以我们这次设计了2款680的主菜，那分别是龙虾跟菲力。对，那菲力我们选用了小牛菲力，然后上面配了一块煎过的鸭肝，对，然后配了一些松露红酒的 sauce。对，那菲力原本身就是油脂比较少嘛，所以我们希望利用鸭肝的油脂带一些油脂进去。对，然后龙虾的话，其实它的肉质啊就是比较脆弹一点，然后里面会有干贝跟蛤蜊这样子，然后配上白酒 sauce。其实这两样东西平常是比较贵的，在外面点比较贵，但是妈妈可能就是比较省一点，他们不会想要去点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想说就是做好一点，然后让他用可能用很便宜的价格就可以吃到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出发的想法是这样子。除了用餐的优惠以外，这次也推出2款的母亲节鸡卵糕，玫瑰白巧克力和水果千层。其中这个水果千层也非常费工，需要2位师傅5点钟才能做出来，也只有今年的母亲节才有来限量推出。玫瑰覆盆子这一类的，然后加上里面还有一个玫瑰的戚风蛋糕体，那其实它整体的话是还蛮好吃的。那再来我们还有出一个高单价的水果千层，这一款蛋糕大概是9寸，那它售价是2200。那我们为什么会想推出这一款？因为在台南其实做千层蛋糕的人很多，那但是其实里面有夹水果的人，我们发现市面上好像几乎都没有。对，那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主要是水果它的保存上比较不好保存，那所以其实这一颗我们在出货的前一天我们才会去制作，所以相对的我们的量没有很大，所以我们这一款是做限量的部分。这次也跟义电基金会合作，只要民众购买玫瑰白巧克力的鸡卵糕，也价格捐100元给义电基金会。如果在5月份的期间到回甘咖啡捐50元，就可以得到免费的咖啡或者是茶饮。要让民众过母亲节的同时，也可以做爱心。但是新闻国博采访报道。随着年纪愈来愈大，就有愈来愈高的几率会发生偏头痛的状况。但其实会发生偏头痛的可能原因有真多，其中一种巨细胞动脉炎，透过下面的报道，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巨细胞动脉炎会伫咧颞动脉这个区域发生微微啊痛的状况，特别是50岁以上的老大年人特别容易发生。老年人的头痛呢，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些比较危险的一些原因哈，像是今天的主题巨细胞动脉炎就是一个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的一个头痛的现象，像是说他可能如果没有好好治疗，会出现突发性的视力的障碍，或者是说有一些中风的一些情形。那其他像是老年人如果以前有一些最近有跌倒的一些状况，那可能也要小心说会不会有一些脑部的一些血肿啊，这个也会造成一些头痛。那另外像是说最近的中风，或者是说脑部的一些发炎啊，脑膜炎或是脑部本身的发炎，这些也都可能会造成头痛的一个情形。医师嘛再次提醒，若是有不明原因的头壳痛，一定要到病院，给专业的医师好好做诊断和治疗。
台南新闻王子豪蔡宏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乌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25度至29度，落雨几率30%，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4月2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